Welcome to my music world. Oh, 我基本上都是在做嘻哈音乐，那就自己的音乐，只要是跟音乐有关的，我都愿意坚持，即便有人反对，也从不放弃。很多美国的嘻哈音乐都在做减法，人声就是最大的乐器。我的歌其实出的不多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就是后面很多的歌就会出更多是属于我自己风格的东西。Hey, Chris, in my music world. There you go.这世界很酷。